国道十号高雄燕巢交流道南向增加四条匝道，全都通往大社方向，居民终于不用绕一大圈才回得了家。因为没有这个匝道口的时候，以前我们嘉诚大社这边的人要去高速公路的时候，都要到南子跟仁武。以往四条匝道都是往燕巢，四月底新的匝道口全开通之后，堪称是钻石型交流道，不止造福大社人，游客要到义大世界和观音山下交流道之后，就可以直接通往186甲，增加不少便利性。尖峰时刻甚至可以省下将近30分钟的路程。大社那边的百姓能够直接的往我们高速公路来通行，整个节省时间大概可以节省20到30分钟。除此之外，机车族也有福，原本进行机车的加保路，增加匝道口的同时，也划设专属机车道，缩短路程也更安全。另外，高雄市399通勤月票一开卖，超抢手。以前花大概要将近一个月，可能大概600-700块钱。那因为有些时候家里会出去玩，又搭捷运，那所以如果有那个月票的话，等于是说不管是工作或是假日出游的话，都可以卡通。高雄市是非常大方的，我们并没有排他性，所以我们这个399的月票是欢迎所有人都可以来买。一个月将近省了一半的交通费，399吃到饱，不只可以搭公车、渡轮、捷运、轻轨，还有 U-Bike， 不是高雄市民也能买。因此，要是五一连假安排到高雄出游，选择搭大众运输，买张月票或许更划算。TVBS 新闻吴少龙、林一邦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